感谢大家的配合。哎，当我做一个动作，大家就跟着一起做一个动作，好不好？来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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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声了，再一次来啊啊！请你把你的分会的名字大声喊出来，一二三。我听不到，我只听到“勇”这个字而已。看一下也好，来再一次，一二三，勇队。好，所以哪一个分会最大？来，再一二三，勇队。好，请问一下，你希望你是在一个薄弱的团队里面吗？你希望人家看到你的时候都是同情你的吗？你希望人家给你的都是施舍吗？你希望你是给人家的还是接受人家给你的呢？给人家的。好，请问一下我叫什么名字？许宏。我今天就是要来这边付出的，所以非常感谢感谢我们义宏董事锐利的眼光，哎，知道我是个宝，所以特别三顾茅庐跑到我工厂把我请过来。你们能够有这么一个董事，懂得与大家融为一体，这是桃园区多大的福分啊！给自己掌声鼓励。人家说树大招风，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演讲是由大树先生来讲的，但是现在只有他大而已。我希望下一次见到各位的时候，艺术的工单每天两 GB。当我下一次见到各位的时候，各位真的已经大了，好不好？好。以前我们在看台湾职棒的时候，看到的是哪一个球队每次经常都冠军？兄弟，没有错 ，We are brother。兄弟是在哪里呢？是在台北的。但是最近看职棒，兄弟连续被人家干掉了三次，那一队叫做什么队？桃园队。没有错，就是桃园队。所以今天我过来就是协助各位，我们把台北干掉好不好？好。再讲一次，我们把台北干掉好不好？好。请各位全程录影放给 Smart 看。好，我要跟各位讲，今天你要让自己做不一样的事情，你的人生才能够有成就感。当我主席卸任的时候 ，Smart 就是台北的执行董事，他问我说：“你在这半年获得了什么？”我只告诉他一句话，我说。付出就是收获，过程即是享受。请你放下你的笔。你今天现在听我讲课，请你就当成看电影一样，因为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国际超级巨星。请你不需要写下来。人家说讲话想要有力道，必须自己先做到。我要跟各位报告，我所讲的每一字每一句，通通都是我的亲身体验，而且我实证，我做到了它。今天 BNI 事实上是从去年2013年才让越来越多人看到它。以前 BNI 是什么，连我都不知道。在2013年1月15号的时候，当时我是长兴的18号，当时我们只有27号。我们告诉董事，我们要成为全台湾第一个白金分会。当时大部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白金分会。白金分会就是要50个人连续3个月，对不对？当时我们只有27个人嘛，27个人，哎，这个会期要达成白金分会，那多么困难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设定的目标稍微容易一点。我们设定目标是到年底达成白金分会，但是当时的财务秘书不是像刚刚这位财务秘书这么的坚强，他是这样子说的，啊，我们要节省经费，
所以你做的那个红布条，你知道我们1月15号是我们的尾牙，尾牙应该就是大家欢欢乐乐的嘛。 Oh no， 我把它搞得就叫做誓师大会，因为我们红布条上面这么写的，请仔细听，2013长兴白金誓师大会，主持人就是现在跟你们讲话的这个人。当这个主持人这样子炒作下去之后，真正的白金在3个月就诞生了，你知道吗？当时这个财秘是这么说的，2013能不能把那个山拿掉，我们空白以后还可以再用。我说拜托的，一条500块你做不起吗？重点是咱未阁做第二条，因为咱誓师大会咱一盖就要起来。我们不但在2013成为白金，而且成为超级白金，我们最高人数到达74人。在长兴还没有喊白金之前，长荣分会一直是最屌的分会。长兴只有10几个的时候，曾经到12个，曾经要挂掉，想说干脆是不是把它合并，干脆把它解散，长兴再也不存在了。还好后来出现了一个叫许宏的人。所以许宏就是那个关键时刻。所以今天 BNI 台湾之所以能够有现在，我们真的其实要感谢许宏，但是许宏一直以来都是很低调的，我们都是没有鞠躬的。人家说功成身退啊，你要干嘛？当我们把他冲上去的时候，就开始有一堆人在想，功劳到底是谁的？无不无聊啊，无聊，无聊，真的很无聊。后来我们人数就下降了。当我们人数越来越下降之后，完蛋了，这时候许宏又要忙了，你知道吗？许宏在进来3个月，我就直接带了4个人进来啊，不是4个来宾哦，我一次带来宾，我怎么要来宾的？跟各位分享，一开始一定先找自己认识的嘛，40个名单，等我来请他列出来，40个名单，我全部打电话，不是用 LINE 哦，全部打电话。打完之后20个，真的这么精准的数字哦，不是故意编造出来的故事啊，20个跟我说要来，结果报到了10个。到目前为止，长兴分会还没有人突破，只有一个叫做阿宝哥的长虹分会的，有没有？他运用他的人脉系统，一下子可以来到几十个。但是除了这个以外，真正务实的用自己打电话一下子能够邀到那么多来宾的，只有许宏一个，到现在还没有人突破他。我们希望桃园在这个礼拜结束之后，我们每个礼拜都让他来宾引爆，你说好不好？好，好，说到就要做到。许宏之所以会让大家所看见，不是因为他低调，是因为他说到就做到。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看你想不想要，但你想要之后，你不是只是在想而已，光是想那叫白日梦。有位董事说，我们是被梦想叫醒的人，而不是被早餐会的规定所叫醒的人，对不对？我们被自己的梦想所叫醒嘛。来，请问被自己的梦想所叫醒的人请举手，不要举手，放下来，放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被梦想叫醒的人都是在做白日梦的人。好，所以人云亦云，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听人家说啊，马云说，最近 LINE 上面、网络上面都在传马云说，对不对？马云说的都是屁话，哎。但是他成功了，因为他成功了，所以他所说的都变成至理名言。从今天过后，你不会再说马云说，你会说谁说？没有错，许宏在10年前就已经是畅销书作家，他的第一本书叫做《成就一瞬间》，成就如何一瞬间，就在观念和习惯改变那瞬间。许宏不红，许宏没有像大树老师的老师陈安之这么红。好，但是我很务实。想要付出的请举你的右手，想要收获的请举你的左手，愿意付出者收获的请你拍拍手。好，请放下，这个是复制陈安之老师的出场的模式。但是这个是我个人的版本，所以意思是说，
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案例走过去之后，请你复制他的精神，而不是复制他的方法而已。因为别人的方法用在你的身上，你注定失败，因为你的体质不符合啊，你的身高不对啊。陈章志这么帅，我比他更帅。关键时刻，所以啊，等一下如果睡得着的人，到前面来领奖品，好不好？下一张。哎，这水啊哦，在台北特别早来，因为我惊你恁搞我头死。有时候哈，人太优秀是很困扰的，人太优秀是招人忌的。但是今天现在一开始你还会不太爽，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臭屁啊？连我们的执行董事都说我很臭屁啊，那我臭屁的有理耶，嚣张有理。为什么？因为我帮助到他了，好不好？这是一张网络上来的照片，干嘛跳掉了？我有按到吗？啊，那所以放给你好不好？对对对，我们需要团队，团队很重要，好不好？你们不要当爪爬子哦，好不好？这个，如果你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看到了报纸，他连报纸或者食物一起吃下去。这边他们是在水里面，意思是说那时候正在淹水，所以当一个灾难来的时候，我们依旧要活下去，而不是我们只在怨天尤人。鼎新事件造成台湾这样子的时安动荡， MIT 再也被人家唾弃，台湾人又要继续。你看，当我看到百货公司周年庆门一打开，一堆人冲进去为的是要买他的橄榄油的时候，我两滴眼泪就掉下来。我觉得台湾人到底在干什么？慈济非常的棒，正言法师非常的棒，但是他的信徒没有办法真的每个都那么棒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怪慈济，只是说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我也吃素你知道吗？魏应聪也吃素你知道吗？他也吃二十几年，跟我一样多年你知道吗？但是我比较年轻。哦，啊，人家说哦，啊，徐宏你吃素啊，那你恭维驾车。你知道希特勒也吃素吗？当长兴人数一直往下滑的时候，有人出来拜托我了。好不容易我们把他让他上去了，怎么可以让他继续下滑？现在需要一个民主出来挽回这个历史。唉，那实在是足无用的。不过确实，他讲的是重点。好，后来百般的思考之后，最后我接受了，我愿意担任主席。但是我愿意，我愿意，我们的执行董事不愿意耶，因为我太优秀了。真的，你看得到我的风格吗？对，我们执行董事他是非常 smooth 的。哦，我们的英顺，英顺董事，哎，我刚刚讲我今天不来家哎。台南区的执行董事嘞，台南区的许义宏嘞，台南区的 smart 嘞，为了我一个月涨半暝啊两点就开始坐车来吃嘞，1:30，1:30，所以你看麦啊，感谢兄弟力挺，好吧？好，所以我们还在抱怨什么？我们只是要去思考我们如何活下去。今天你的分会，如果你只是在抱怨啊，这个领导团队不好，你跳出来做啊。你该怎么该啊？你跳出来做，来来来，来回去回去，哎，左爬子哦。成就如何一瞬间？只要你穿越了这条线，你就成功了。我们不要当井底之蛙，我们在这个山谷里面，我们用看到的就是你的世界就这么一条线，但是当你穿越它之后，你的世界真正海阔天空。哎，这样子想想，我们默契还不太好，但没有关系，好不好？这一张应该大家会有兴趣吧？哈，台员个个是白金，我希望这件事情距离不会太遥远，好不好？好，我希望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会期结束的时候，桃园的五个分会全部都上白金，好不好？好，你看你们讲得非常的心虚呢，我们踏实一点，好不好？我们在这个会期的结束，就是3月30号，三月。
月三十号之前，我们让五个永志败的范块全部上白金，好不好？好。太小声，好不好？好。这张呢是长青分会的一个摄影师去拍的，大家只看到他拍的非常的漂亮，对不对？我们看下一张。你知道吗？那天海浪突然过来，你知道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连舞者，连这个 model 都受不了哎。但是他为了取下这个镜头，你知道，真的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看一下摄影师被拍的照片，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你要获得成功，你是必须要冒着危险的。所以你知道我在经营我的团队的这个半年，我一开始所许下的承诺就是，我会用我的生命经营这个半年。我既然这样说的时候，我根本不去 care 什么叫做付出者收入问题，我只想要付出，我只希望让大家能够成功，我不需要你的引荐单，我不需要你协助我，因为我比你强太多了。下一张，业绩来自哪里？真的，从来没有人这么屌吧？我很多人问我说，你来 BNI 是干什么？我是来创造奇迹的呀，对不对？我来干什么？创造奇迹。等一下听到后面你就知道奇迹即将发生，千万不要把我当成神，你如果把我当成神，你就是神经病，好不好？业绩来自哪里？下一张。好，这是我的名片，不重要，等一下拿真纸版的。好，下一张。这是我的广告业，我是开工厂的。你今天你要介绍你自己，你要让人家很简单的知道你在干什么，而不是要跟人家讲半天。我从来没有叫人家说你要好好的如何介绍我，我把工具准备好，啪，赖给大家，我请只告诉他如何帮我引荐，非常简单，请把这张传出去，引荐单就来了。你不需要了解我，因为这张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不要传给一个瞎子，他看不太懂。好，下一张。啊，我是精油工厂，我是化妆品工厂啊。人家会说，哎，人无我有，人无有我优嘛。那、啊、到底我的化妆品工厂跟人家不一样在哪里？仔细听啊，我的化妆品工厂，我做一般化妆品工厂不会做的事，因为一般化妆品工厂所有他所加的所谓的精油，他说诉求说这个东西它里面加的精油，统统都是香精。我们家的精油只有天然的，所以一般的化妆品工厂不懂什么叫做精油。我是亚洲的精油大王，好吧？这是人无我有嘛？好，人有我有呢？我做一般化妆品工厂不愿意做的事情，什么叫不愿意做的事？单太小，大部分都不愿意接。我告诉你，你如果跟我说你要做一支专属你的媒体霜，我也一样帮你做，因为你够漂亮，我帮你拍照，把你不是预照秀在上面，还有我的签名。下一张，哎，你这样子，请问一下，我刚刚这样子简单讲一句话，我需要五分钟吗？我告诉你，长兴已经两年了，都是25秒，你要在25秒之内非常的精准，让人家记得你要表达的是什么？这需要一分钟吗？下一张。啊、等一下，刚刚那一张是什么？这张就是时间在流逝，就是金钱在流逝。所以，请你不要浪费时间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请你做的每一次的一对一，每一次的企业专访，都那么的精准，那么的有意义。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因为最后你会去埋怨这一切的游戏规则。我们来 BNI 干嘛？要的是结果嘛，对不对？只有许宏这种神经病才会想要来创造奇迹嘛！但是我跟各位报告，这个就是非常有野心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你们有看过《商道》这本书？不是书，看过他的电影，里面的弯商的那个大爷洪德柱，好像叫做洪德柱没错，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做生意不是要赚取金钱，是要赚取人心。当你能够赚取人心，金钱只是附加价值啊。当今天是大家都信你，当今天是大家都听你，请问你该做的服务，我获取我该获得的基本的酬劳，这有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都爱钱，但是大家都不好意思说。BNI 的漂亮就是我们来这边就是合作，我们不需要像有些社团要这样子吃吃喝喝。哎呀，我倒了，你搞啊，到高官的帮我盖盖小，你人脉这么多，你做专区主席呢，你做总监呢，对不对？清规吧，你都开了去，你搞到上给人怎么要紧？人家为什么要鸟你？没有啊，我刚这张还没讲。对，好，成功者的人生态度，妈妈下一句。就是要身体去经营，去历练，去验证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好，刚刚的一切，请你都把它录下来，录在你的脑海里，因为今天所讲的一切不会再讲第二次，好吧？我们人生如果只是这样子的擦身而过，这是你的悲惨，不是我的悲哀。去验证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艺术的功，你所说的你一定要说到做到，不然你就别说。养成习惯，信任哪里来？很多人莫名其妙就说，哎，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一定要彼此信任啊，我都还没跟你一对一，我不了解你，我如何信任你呢？所以信任是必须要互相了解之后才能够信任嘛。付出即是收获，过程即是享受，刚讲过了。家长，付出才能够拥有。妈妈，下一句。付出是心量的宽度，决定拥有的力度。心有多大，天下就有多大。是，心有多大，天下就有多大。你希望你的分会有多大？大树主席，全台湾第一大。太好了，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那请问全台湾第一大是多大？现在是八十几个吧？没有，现在只有七十几个。七十几个的。现在是长展分会。我们要做第一个百人分会在台湾。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在美国，八十几个。好，我们设定长期就是九十个就好，因为当我们太多人的时候，你早餐会没办法运作。哎，没办法运作。哦，因为二十五秒。啊，大家都会讲，你啊，比如说，哎，当你变成一百人的时候，一个人只剩十秒钟，来宾进来，嗨，啊，人家干嘛？好，所以早餐会我们要让它实际上有可以运作嘛。你可以，当你九十个之后，赶快的，你再成立其他的分会，让大家同一个分会里面是彼此串联，不同的分会它是彼此并联。当你的这个。分为你彼此之间联系够强，大家向心力够好，不用害怕会与会之间的互动。人云亦云，事浮云，未成深就是迷信，这句话看得懂吗？尤其做嘴狼的话，你看到，在网络上面我们常常看到贴 LINE 有没有，哇，贴了一个一下子你就把它贴出去了，对不对？像比如说顶心啊，谁谁谁谁谁，他家的东西都有问题，有没有啊？你就跟他贴出去，你没有去研究，你这样在造孽。对对，你知道吗？所以人云亦云，事浮云，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哦，还有一些健康讯息，你没有去研究啊，对不对？比如说，人家说你右脚抽筋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左手，你等你抽筋的时候试试看的时候，你才能够传出去啊。你怎么可以乱传呢？你就会造成很多问题啊。啊，突然给你一个中药秘方，我讲这真好，你都没有又问过我们的树林，哎，你就跟他乱传，哎，那完蛋了，假假，我看跟他讲好，啊，结果不要学游击兵那种，啊，所以不要人云亦云，未成深就是迷信 ，BNI 是复制者收获，对不对？对。哎 ，BNI 最重要的五件事是哪五件事？第一个就是要准时出席，对不对？对。它很重要，对不对？好，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参加培训，对不对？它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参加培训，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对不对？你第三个来 BNI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合作，你必须要能够深入了解对方，所以你要一对一，对不对？对。第四个，你今天希望跟人家合作，你不要付钱的方式，你带来付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带来宾，对不对？你今天想要在这边有所收获，所以你必须要付出，所以你要先给引荐单，对不对？对。
这五个都错，如果你没有做的话都错。意思的是你如果没有去做这些事情，都只是听人家说，那就叫做迷信。让各位了解我意思了吗？好，这句话太重要了。你认识谁不重要。每次我们今天在开会，我们今天在干嘛的时候，常常大家就急着在那边交换名片。你的名片收集的还不够多吗？那请问一下，你认识里面几个人？里面几个人可能跟你有互动的关系，这几个人当你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赖给他的时候，他还依旧记得你，太少了。所以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做这个无意的事情呢？交换名片不是比多的，你要在跟人家交换名片的过程当中，你要深入去了解他。你不是一直跟他介绍说，哎，我跟你讲吼，其实我是做美容品的，啊，那查某人哦，就是爱水哦，吼，啊，所以呢，你美容品莫千万五高的名叫莫乌白用哦。哎，你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想跟你讲同样的话，你急干吧？你跟他交换名片的时候，请你都问他，哎，那你是做什么？哇，这好棒！但是你不要很虚假哦，好棒哦，哦，你要很不要很虚假，你要听他讲，你要仔细问他，最后告诉他说，哎，那你所需要的、希望能够获得的引荐是哪些种对象？那如果我可以，那机缘到的时候，我会协助你。当他听到你会协助他，他会不会找你？就是这样子，就这么简单。我们把 BNI 想得太复杂，我们听了一堆课，我们到处去取经，有人到日本，有人到香港，有人到马来西亚，我们到处取经，取了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后还是桃园最好。我们来展一下东南岛桃园，桃园的本土性质。今天我一来桃园，我看到各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像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哦、所以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表示说我们通人是很有人情味的。我跟各位说，我年底年底没要选举，所以不用投给我重点是如何让人家想要认识你。我跟各位报告，所有的名片当我拿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打电话给人家过，通通都是人家打给我这个是新人，这是目前台北最大的分会，厂长分会，他们76人，长兴现在70人，因为长兴起来又下去啊，精彩的故事后面再继续讲啊。等一下，刚刚那一张，他来是因为在 MSP 认识的，他已经跟我约一个多月了，他是第一次参加 MSP， 他没有去约其他的人，他就想认识我。但是我告诉他我很忙 ，OK， 所以终于约了一个多月之后，我首肯的啦，接受啊，下一张，这是目前长发分会，他们现在也40几个人，啊、哦，目前长发分会的现任主席，他去我那边6、7次，一直在跟我谈两种事情，一个是如何跟我合作，因为他是做精油的教学 ，AFA 的认证啊。哦，那我是金融工厂啊，所以我们要如何连接嘛？所以因为我这边有宝可以寻，所以他一直过来嘛。第二件事情，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接任主席的时候，他就在想如何把这个会把它创造好。他看到了实际成功的一个案例，他希望能够来取经，所以他不断来拜访。OK， 我接受了。那这个呢？啊，不得了了。这时候就是真的是天雷勾动地火了。这张照片一出去之后，哇，一堆人很紧张了。跟各位报告，这是我给彼此一个机会。今天如果我没有自己主动要求我要在台北讲 MSP， 我不会今天出现在这边。所以刚刚一开始董事就有说 VCP 值，对不对？你要让人家看到你，看到你之后不要让人家失望。所以当我讲完之后，新会老师主动跟我要名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新会老师主动在 LINE 上跟我联系。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新会老师主动到我工厂拜访。这是我工厂的大门口，一颗80公斤的大盐灯，因为我是盐灯的最大进口商。你在这样，所以你看，我这样轻轻点几句，你们就知道了嘛。千万不要找我买盐灯哦，买太少我不要。
好，人要懂得与人合作，所以你看啊，这件衣服是我做给送给 BNI 长兴的每一个人，他是厂长的啊，我一样送给他。重点不是在我送给他，重点是他愿意穿上去。下一张，当强者跟强者合作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力量有多强。但是我们的合作不是为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念，所以我们愿意合作。我们要让全世界人看到台湾，看到台湾不是只有黑心油，看到台湾一样有人情味，看到台湾人的真感情。但是我的英文不够好，我只会 Monday Tuesday， 对不对？他至少还会讲 Sunday。 所以今天我写的书，哎，如果我找一个翻译社来翻译 No Few， 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走过，所以我跟新慧老师合著 BNI 在台湾第一本工具书。这一本书我们即将在三月上档。你说哪有可能，哪有可能这么快就这么快，你们爸你写册有够快。哎呦，我写的都故事啊，我写的你可能在书上所看到的就是我今天讲的，今天讲的就是部分书上的内容嘛。Smart 最喜欢说，看看你左边，看看你右边嘛，好不好？我现在请你做同样的动作，来告诉你左边，告诉你右边，告诉他什么？我就是你要找的贵人，哎，不是认识你真好，你这个，你一点都没有诚意呀、啊，还笑场，哎。我就是你要找的贵人，所以各位许宏站在这边，各位跟各位报告，我就是你要找的贵人。哎，当你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请就是许下了承诺哦，无你就卖讲。好啊，所以呢，你刚刚讲的，记起来，刚刚他有跟你讲嘛哈，但是他看着我讲。好，这句话。不了不起，来告诉你上面，告诉你下面，没有告诉你的头发，告诉你的下面吗？不是啦，我们哪有那么低俗？告诉你上面就是你的上天，告诉你下面就是告诉你的大地，告诉他们什么？我做的是保证，对得起你们。大声念一下，我做的是保证，对得起你们。您已经就做完了哦。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在 BNI 能够深耕下去，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份事业，我们必须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不然请你不要加入我们。你加入之后，我们发现你是错的，我们还要把你赶走，还要召开执事会，很累。成功常需要时间，但是如果你只是等待，那你就是浪费生命的失败者。所以你要珍惜时间，珍惜时间。当你今天每个人都期待引荐单的发生嘛，每个人都期待梦幻引荐嘛，这名字取得不太好，不要梦幻，都希望能够获得很实质的巨大引荐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只是等待，那你真的是在浪费时间。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等待，那你要做什么？你就要主动的去认识对方，主动的去很认真的去协助别人。当每个人都这样子的思考的时候，你的团队会不强吗？执行力，这世间的一切本来就有，就像地沟油本来就有，只是现在才被爆出来呀、啊。我们知很久，你干嘛自寻烦恼呢？对不对？哦，阿甘大老人讲啊，哇，那新竹公馆是用那死猪肉做的呢，对不对？哇，都要被踢爆了，哇，死猪肉病死猪哎、欸，请问哪一个公馆是用活的猪做的？他只是说他病死猪呢，他得了伊波拉病毒呢，哇，太恐怖了！我告诉你，从你出生以来，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只是有没有被爆而已。因为这世界上不一定勤俭就是美，但是他会想要节省他的成本，所以丢掉就是可惜呀、啊。今天当你是做这一行的老板，你可能也会如此，所以。本来就有，你不需要自寻烦恼。即使从无到有，那都只是能量与物质的转化过程。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发明。这世界好像说啊，爱迪生是发明家 ，no， 灯泡是他发现的。什么叫发明？发明都是魔术师啊，魔术师他也要道具嘛。所以这世界上你所看到的一切，新看到的一切，都叫做发现。发现的是 discovery， 发现需要探索，探索需要执行力，只有执行力才是认真活过的生存痕迹。下一张。你的团队里面一定有敌人，好不好？下一张。好，3月27是我正式上任的时候。我们在正式上任和结束之前，都会开一个闭锁型会议，都、就是博求来宾呢，都、就是关门放狗的。9月25就是我的结束的时候，生命经营的成果，我让各位看看我做了什么。现在速度很快啊、哦，因为你会说啊，你讲在干嘛？在座的各位，请问有没有领导团队的？有，有吗？这些都是你们的非常棒的参考值，你不要只是光说不练、哦、我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进入历史。我们做了一件事情，24小时必回复所有的会员，我们那么多会员哦，每一个会员只要留赖，只要打电话，我告诉我们的服务团队，你在24小时之内，你再忙你都要回应，你没有办法助理，没有办法回应，请你直接告诉我，因为你们所犯的所有的错，我个人都必须要承担，因为我是主席。下一张，我们都做到了。下一张，不，我终于可以不必整天抱着手机了。这是在我9月25号所发生的事情。我真正整天抱着手机，哦，我马上处理，等下打电话，等下安装，等下就跟我约谈。哦，啊，还有人要申诉哎，对不对？啊，申诉跟申诉副主席哦，啊，这一般副主席会去了解，就接受申诉的啊，对不对？啊，结果副主席被申诉，啊，只能跟主席申诉啊，哦，啊，所以主席都要去处理啊，啊，主席又不能随便处理啊，这时候又要把执行董事找出来，执行董事很忙哎、欸，好、哦，下一个，新凝聚来，我们设了长兴专属的网站，拎杯开启，我花钱了、啊，因为今天你只要提到。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好不好？你出50块，你出100块好不好？那、啊、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就讨论很久就不会通过啊。林北开金杰克纳的嘴啊，所以你今天如果真的想要干什么事情，奉献就不用废话，不用开会，不用期待，因为这些大家众所期待，只是大部分人不愿意付出，这就是人性，好不好？长兴人合作的共识基本规范，来给他起丑话说甜头。不是只是说一说，说完之后大家都忘记了，啊，不不不，最后又陷入焦灼。所以基本公司规范写出来之后，大家看完了，看完了之后，请大家签名，叫去叫行，而且呢，所以希特勒就是这么重要。长兴人申诉标准程序，我们有标准程序耶。你申诉，你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清清楚楚，这些都不是 BNI 写的。我这边偷偷跟各位报告 ，BNI 的成功这个团队的这个干部手册，我一个字都没看。交接给我之后，我就把它封存了，因为我知道我要干什么嘛。本来的游戏规则都一直在呈现了、啊，我看它干嘛？很多里面的都不符合时宜，我们要懂得因时地而制宜，才能够达到我们要的目的。长兴两赖运作模式，赖里面有人就在那废话，东家长西家短，然后就开始产生冲突。我就告诉大家，这两赖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已经喊了2年，没人处理啊。董事也一直交代下来，这件事情要处理、啊。好，就在我这个过程，把不相关人等，你不要把你的爸爸妈妈弄进来，一个人就是一个赖，一个人就是一个赖啊！你不要，你有3只手机，3个赖，还有一个 iPad， 再加一个赖。啊、拜托，我到底是要赖我多少个呢？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赖，很干净利落。公布栏，我只要在上面公布了，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看到。你说啊，你半夜那么叮叮咚咚，你不会关手机哦，你不会关静音哦，你是笨蛋哦。长兴第13届服务团队守则，我们今天要求别人，要先要求自己。主席先要求我自己啊，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你讲，很多人敢怒不敢言，但是我们前进了，团队就是要如此啊，好不好？
长兴第十三届泡泡厅运作模式，长兴各种会议运作方针，长兴会议记录表，不要口说无凭，我们所有的会议通通都有记录表，大家都签名画押。长兴入会与续约审核规范，我们不要抽象模糊，到底怎样的人能够进来，哪样的人不能够进来，我们有标准模式，这是各分会可以自行制定的。长兴产业的普查，我要知道你到底你的专业到底在哪里，我到底你需要我介绍什么东西给你。长兴入人八大产业连结，这是阿宝哥所讲的，对不对？好，我们一样照做了。长兴来宾登录系统，你知道你们登录来宾是怎么登录？我们直接上云端啊，直接我就直接统计了，一目了然，大家都看到，我们没有机密，有什么好机密，有什么好害怕？今天一看我就知道，哇，今天来宾二十几个人，哎，谁带的第几组第几组，我们都还彼此竞赛啊，对不对？好，登录系，来宾邀约文宣谁做的？许宏做的，所以呢，即系列传都不用讲，自动来宾就自动来。向开机，我请美工，我请资讯人员出力的啦，拢免点么讨论，就是这样。所以一定要有人，只是为了奉献而奉献。如果我做这些事情，还在考虑东考虑西，请问我会去做吗 ？BNI 前无古人，我希望后有来者。长兴形象文宣海报，我们一直在做，就是这样。加一挂起。团队里面不可能有人专心做这件事。下一张有没有很多事？新组织新功能，我们设了文宣组，我们不是只有招待组，我们有文宣组，我们有影音组，我们有国际贸易组。问阿东啊，请问一下，你们这边有外国人来参访？拜托，我们有澳洲的，有美国的，有香港的，有大陆的，有日本的，我通通都有人可以招待他们。因为语言要通，所以我们要有讲英语很厉害的，我们要有讲日语很厉害的，好不好？长兴主席顾问团，一般主席卸任的时候，都会尴尬讲啊，我较厉害，你起码你做啥款，都给你写写点嘛，对不对？下指导棋，没。大树现在做主席，大树一定做最好。如果今天是永恩分会的人，我一定全力支持大树。你要知道，这样的叫团队啊。你今天你连你的领导者你都不认同，请问他如何成为一个团队？你今天既然在桃园分会，你今天不认同许义宏，请你转会。许义宏竟然告诉我说叫我来桃园，我很想哎，但是我住台北。不要来，不要来，你不会对不起什么的，不行。你把他干掉好不好？来，长兴新成员辅导室，所有的新人宣誓后都在此群组辅导半年，半年后觉醒。我们还设立了查账机制，所以财务秘书不是自己做完之后就好了，主席要去查账。我跟你讲，我有跟大家拢无话通啊讲，所有爱开我个人开，所有的公账一目了然，就这样。我把经营长兴当作经营我自己的集团一样，就这样。我是集团的执行长，我的团队里面没有废物。这样，长兴大联盟。这个就不要讲了，因为后来把它改掉了。好，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啊！下一张，这些你们都可以到时候再看，档案留给你们，好不好？好，我还精简会议，你们如果经常在开会，开的时间都太长，真的就在浪费时间。我把所有的会议全部集结，我们礼拜四开会嘛，所有的干部会议干嘛？我不需要每个礼拜开干部会议啊，所有的会议全部集结在礼拜四早上全部开完。平常大家就是合作做生意的，你要壮大你自己啊！你家己的本业都不够，而且你是要哪跟人合作？你可能是你家己的人脉圈都不够，你规工大概我们整天在一对一，请问一下你一对一要干嘛？你在内耗，你没有外部的吸取能量，你如何灌注新的能量进来啊？所以我们精简会议，我做的非常彻底，现在这样。今天你有多少钱不重要，而是明天你还能够有多少钱。所以你今天的团队有多少人不重要，我听说有六人。没有关系，我希望三个月之后你就是60人。你如果认为不可能，那真的永远不可能。当今天许宏告诉你你可能，你就要努力照着许宏跟你讲的方法让它变可能。今天长兴有多少人不重要，而是明天你能够吸引多少人。
所以为什么新慧老师找上我？因为我直接在 MSP 跟他呛起来，我说厂长今天有多少人不重要，重要是你明天厂长还有多少人。哇，他们在那边抗议。但是新慧老师果然有智慧，在那我们不勉强留下任何人，愿意合作的自然会是留下的人。盼望下一次交接大典各位都还在，同样的希望下一次我们有缘再见面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你们白金分会能够真正启动的时候，你们那时候会感动，你会感谢今天许宏特别早上四点钟就起床了跑来这边只是为了跟你们分享。存在即是贡献，感恩各位的坚持，没有放弃你我共同的团队，这个是在我卸任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感谢的。我看到确实很多人没付出，但是存在就是贡献，懂吗？建立一个团队的壮大，你一定不要期待每个都是精英，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要能够接受 20% 的阿萨布鲁，对吧？但是你会承认你是阿萨布鲁吗？请你做给大家看，好不好？屌不屌？屌！付出即是收获，过程即是享受。在成功的团队，没有非谁不可。团队的成就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好不好？因为一只燕子成不了春天，先生。不断的培养接班人，你要让他生生不息。大树要不断的培养小树，让他们也成长成为大树，好不好？成功与失败，当你成功了，你所说的废话都会是；当你失败，你所说的金玉良都会是废话。是，所以今天你说马云说，明天你会说。你讲的那么心虚，讲的不那么心不甘情不愿。明天你会说谁说？啊！但是希望你真的心悦诚服，因为我真的是最强的。下一张，哎，没有回去刚才那一张，好不好？感动人生，感动的人生就是曾经做过几件事，感动了别人，也感动了自己。如果你做了一件这样的事，那你将值得回味。如果有两件，那你将；如果有三件，你将流传千古，生生不息，惊天动地。所以你做了第一件没？哦，突然大家愣住了，对，你又说，我常常感动啊，我看电视都一直掉眼泪呢。那是演员演得好啊。啊、哦，我是说，你现在要做一件事情让自己感动，你知道吗？我在担任主席的这半年，我经常默默的掉眼泪，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许宏你怎么那么棒。好，下一张。所以接下来我教各位武功秘籍，如来神掌，好不好？好，有没有兴趣？有。好，下一张。来，心想事成，请你跟我念一下。来，想你要的，想你要的，说你要的，说你要的，做你要的，做你要的，结果就会是你要的。没有错，给自己掌声鼓励。好，所以你现在希望达到白金，请你每天说白金，白金，白金，每天说我要成为白金，但是要具体。你这时候人家说吸引力法则嘛，你要告诉上天，告诉地，告诉所有的白金们，告诉他们。我永恩分会，我要在十二月底要跨年之前，我就要成为白金分会。你说这样好不好？好，具体一点，麻烦你大声念。永恩分会在今年12月31号以前会成为白金分会。我们都听到了，掌声鼓励，加一张。我们常在听到资源与资源。我今天的特色就是我可以把别人表达不具体的把它表达得很具体。我们董事经常在讲资源与资源，连咬字都咬不得去。你要善用你的资源与资源，好，很累，我们直接把它变成是文字，好不好？家长好，你今天带领你的分会，你今天带你的来宾，你带领你的新的成员，你就要像妈妈一样，这是本来就要做的。所以妈妈就是你的资源，你今天你的引荐人，你不懂的你就问他，他不告诉你就踹他。对啊，你的领导团队，你的服务团队，既然他告诉我他要服务我，当然我今天有不懂我就请他协助啊。这就是你的资源，你不讲嘛，你不讲
人家为什么要协助你？如何协助你？我根本不知道你肚子痛，如何拿适合的精油帮你擦肚子呢？一听又知道我在自助性形象。下一张，今天与人合作，就是你即使知道他很恐怖。许宏是狮子座的，这只就是狮子，你也要跟他拥抱，好不好？等一下过来跟我抱抱。你要知道，不管今天是你的好朋友还是你的敌人，就像这张照片一样，你看到了什么？叶子，对不对？你除了叶子以外，还有看到什么？还有一只蝴蝶在这边，你知道吗？所以你在你的周边，你有很多你的资源，你通通不知道。你没有去探讨，你没有去 discover， 你怎么会知道？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要懂得去善用它。你要告诉他你的需求，他就会支援你，好不好？下一张，没有资源哪来资源？第一段念一下。很多人是为了资源而聚在一起，却忘了彼此支援。很多人希望拥有伙伴的资源，却忘了自己也应该提供资源。给零件是一种资源，带来彼此带来的资源，来宾入会了，就成为强而有力的资源，因为团队壮大了。下一张，继续念。资源是名词，没有善用就没有生命力。资源是动词，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付出就是资源，收获就是被资源。付出是释放自己的资源，收获是善用团队的资源。拥有彼此资源，却不善加互相资源，这就是违背大自然的法则，违背因果定律，违背了我们参与壮大团队的初衷。团队的壮大是实质的壮大，还是虚幻的假象？此番资源与资源变得一目了然。资源，哦，不用点头，不用摇头，你们去检视一下你们自己。当你很善用的时候，你的团队就会真的越来越强大。新慧老师他厉害的地方在哪里？我把他封为，如果我是总统，我会把他封为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他一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去增加自己的资源，让他们变成是他的资源。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本书会由 BNI 国家主席，不是，是 BNI 的 CEO， 美国总部的 CEO 为我们写序。哎，请问一下，他自己找来的吗 ？No， 就是当美国开年会的时候，新慧自己跑去了。他说：“你怎么可以去？我就是要去啊！”结果他就跟 CEO 认识了，跟艾文认识了，莫名其妙就获奖了，然后呢，莫名其妙就变成大使了，因为他让人家看到了。看到了积极主动，而且他的能力就是这样。所以什么是幸运？很多人在问什么是幸运。幸运是这样子的，当灾难来的时候，我不在现场，地沟油我没有吃到。对，当机会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才叫做幸运啊，好不好？所以你看，这个是日本的国家主席，你知道他把这些周边，他这次去香港的时候，你看徐勇可以证明啊，徐勇跟新慧老师非常的好。我在旁边没被照到。哎呀，真的低调，他跟许荣一样低调。许荣低调到连香港都没去。好，所以各种资源，你要懂得自己去创造与掌握。对啊，这样。哎，有些人以为说新慧老师是被邀请去演讲啊，没有，是当那个 BNI 之神问问题的时候，他自动举手就跑上去了，就又被颁奖了，连 BNI 之神都认识他了。BNI 之神在美国经营了40个分会，让他壮大。哇，40个啊！好，这个就是 BNI 之神颁奖给他，他就告诉他这个奖章是属于你的。接下来，他也会是我们团队的一份子。所以我们今天要创造的就是我们
河海不惧细流，只剩两分钟吗？对，因为十点十分，你要赶着哦。啊，如果我可以稍微晚一点呢？他们没办法。好 ，OK， 那我们非常的快速，那非常经典的通通没讲到，来下一张。好，引荐单来自何方？短暂的引荐来自捧场，生生不息的引荐来自生生不息的坚持。如果您的引荐单自己不满意，您要检讨的是自己，而不是团队。引荐来自参与活动的能见度与知名度，引荐来自感恩在感恩能力在能量与物质的转化，引荐来自进入系统后的自然生成。最重要的是引荐单，麻烦大家念一下。来自融入团队后，为团队奉献的自己。回去刚刚这，哎，下一张照片。所以你要把自己当茶壶，你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好不好？我们就用这张当结束，好不好？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我们的内容虽然很多各位没有看到，但是没有关系，都在档案里，只是没有听到许宏亲自讲，是有点可惜的。但是为什么要用这张结束让各位看到呢？各位看到了什么？猫。哎呀，你们一点创意都没有。啊，生意，生意，生意来自于生生不息的创意。这张照片是要跟各位报告，这猫的颜色是不是染上去的？是。是。邓小平说了一句话：黑猫，管他黑猫白猫，就是好猫。请问在座的各位，你们是黑猫还是白猫？不重要。但是我们要确定，我们都是好猫。再问各位一次，我叫什么名字？当我说 BNI， 请你们说我爱你，好不好？来 BNI， 我爱你。来 BNI， 我爱你。许一红，我爱你。许红，我爱你。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我们美女美女上来了，耶、yeah, ！谢谢。好，太好了，太好了！好，我们来拍照，拍照，拍照，来到前面来拍照。